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运动学院的陈一冰老师。在这里，我希望我们北师大的学子能够积极的多上体育课，多运动，多锻炼，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，为我们健康中国贡献一份力量。微转拳到我们太阳穴，然后做卷腹，卷腹往上的时候呼气，先前面的十个是两拍，2 3 4 3 2 3 4 4 6 7 8 9 10 11。全身运动特别好，反复的看，这肯定我要讲，我只能现场一次一次讲，但是看线上肯定不可能。反书本上更加的直观，它的每一个三 D 图，它的物体的肌肉的形状，这些都是比我们当时的时候还要更直观一些，这也能够更快速地给同学们灌输一些这个理论知识。